长城，长城，龙脉山河。他们其实都很羡慕我可以来北京，有很多历史古迹啊，可以来得到一些文化的渲染。因为之前都有看过就是照片，然后就很美，用眼睛看跟用通过照相机看就是不太一样。我在平遥古城，我在易县木塘，我们在内蒙古。